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郑欣然。郑欣然，你好。你几岁？六岁啊。玩得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开心。好啊，好啊。啊哈，他是谁？他是我姐姐妮妮。你的姐姐啊？就是我那个弹过小星星是没弹过。没弹过啊？但是。Oh, okay. Hi. 你学小提琴的，棒哎！我学过小提琴，你都可以学完。OK， 学完的，好吧，等一下再一起聊吧。你长大想当什么？我长大想当服务员。服务员呐、啊嗯？服务员就好啦。嗯。嗯，你喜欢呢？要当音乐家吗？就是我有三个，一个是模特，一个模特，然后呢，服务员是第几名呢？服务员是第二名。第二名，然后呢，第三名呢？不是，这个是没有顺序的。哦，没有顺序的 ，OK OK， 好。第一个是呢，服务员。第一个是服务员，然后呢？没有，第二个是就是没有。没有顺序的啊啊、一个选择是模特，然后另外一个是服务员，另外一个呢？最后一个就是现在又多了一个，就是那个音乐。音乐的，音乐家。然后还有医疗。医疗哇，你什么都想做啊？啊。全部都会是很棒的。那就是理发师，我这么想。我感觉那个。男的那个中文主持人长得挺帅的，就是有点瘦。瘦啊，他很瘦哎。那你觉得我瘦不瘦？我好瘦。不瘦啊，不胖啊。挺帅。帅的。好标准。没有，还好啦，谢谢你啦。很棒哦。发明。然后呢？咪咪瑞瑞哆哆西，咪咪瑞瑞哆哆西，啦啦咪咪发发咪，瑞瑞哆哆西西啦。哇，棒哦，棒哦，很棒哎！这小提琴老师参加过国际比赛的。是啊。就是你，如果你感觉有一个人。有点傻就说几横竖都是二，如果太傻的话就说回四面八方都是二。OK， 像江湖里面的。里面有什么东西啊？里面带了什么东西来呢？里面我一直装着。你装什么东西？然后一个是你的名片。啊，我的名片，很棒。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？海豚呐、啊，这海豚可以怎样？可以干嘛的？海豚就是摆着的，摆着的。你喜欢海豚呐、啊？很漂亮哎、欸，很漂亮的。就是我们在日本的时候，我购买的。我爸爸赢了很多美金。啊，是啊，很棒哎、欸。我爸爸有几个月在日本工作的，大概是半年吧。是啊，你有去过日本吗？这回是第一次。啊，这是第一次啊。喜欢吗？好玩吗？好玩。就是你说的，你爸爸和妈妈和你和你生活在哪？那太复杂了。很复杂。我最起码只记得你好像是生活在澳大利亚。我住在澳大利亚。我记得你的爸爸和妈妈基本都是属于讲中国话的。对。哎，聪明，我听都记起来了，很棒哦。一个好像，我你说的那两个引起我感觉这两个其中一个是山东。对，我爸爸是山东。妈妈台湾。我妈妈台湾人。对啊，你们两个都好聪明哦。然后就是我记得有，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，就是有一个地方是在日本吧。对，我在日本出生的。这么快不杂、啊？很不杂、啊。哦，有音乐喽，开始喽 ，See you， 拜拜。